这个他们寄来的东西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安这边啊。像安子这边弹起来，就是人家听起来很厉害的，就是吧。我觉得你看哈，他会加一点这个那个，他这样听起来，对不对？他前大家听起来觉得他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加一些差音，就那个点上去嘛，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四七二五八那个点上去呢，你一点插上去就不一样了，对，这很唬人的呢。对呀、啊，你，我刚刚不是你不是弹的这些东西吗？就加上去那个点啊，就是你刚刚其实你自己弹的时候，因为你常常听我在弹嘛，对，上课这些东西，你现在自己加上去的。比如说像我在刚刚在考你们的时候，你照理说你应该很快回答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你毕竟呢、哦、换了一个 shuffle， 你就不太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走 walking 的话呢，那个你就应该反应很快了。你刚才弹这个加个几度几度上去的，等一下我顺便这个还有这个监狱有在问我说这个，就是说把那个哎，他写信给我呢，一般的都会有困惑嘛，对。他说蓝调钢琴的，希望老师把 walking bass 加七度和九度音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小和弦呢，速度教一遍，尤其是二指型的音，对不对？老师之前有教过，但我看抓不到呢。抓不到的话，其实上就好比说这个安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安的话，它就是很熟练了，但是。好了，我们秀以这个安的来示范一下的，先看一下的。那你们来看看，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像安自己弹的，对不对哈？我们把它这个可惜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反复呢，它是跑了就跑掉呢。如果有软体，有一种像很多 pod player 那种，它可以，比如说安的这小段，对不对？我要看这小，我就可以设定它反复的看了。但是现在我拉回来看一下。你给大家看一遍，再看他的。他现在我们顺便以这个为主嘛，因为你们都在练这个 walking bass 嘛，顺便这个看看这个。哦，这个名字还是取得很有意思，布拉布拉旺，布拉布拉旺到底是哪一位啊？
你看像安对不对，安德现在弹，我们看一下、啊、他看看他现在弹的用什么点，注意看啊。对，我们只讲这些好了，好不好？他现在弹的拍子就是用什么点在弹，然后他那个 7 加上去的时候，他就是用在上面。我再等一下顺便解释给大家听一下，那再看一遍了。Cookie 说安很厉害。哦，这个这个 Double L 这个回答的147接258没错。That 都是先用他先用这个、哦、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了。OK， 他刚刚就是147接258嘛，然后他那个7的音的时候啊，他的7音的话就是在4的点出去，所以我说那个你要点要出去的时候，4的点出去就很那个，他本来是规规矩矩的，你看再看一遍，他前面是规规矩矩的弹的，前面一小句，对，规规矩矩的，哦，这个就4点，有没有？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是在第4点扒出去的，用这个7的音出去的，就很刺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二指琴的时候，因为他7没有抓，你用他用9度啊，9度当然没有像7这么刺激啊，所以他还是一样的147接258，再看一遍了，再看一遍。他很会用这一招，对不对？四的点扒出去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那他可能他自己弹的时候可能他不知道的，但是你常常听的话，这就可以出去了，就习惯了嘛，就用上去了，这样子。147这种点，你就反正一天到晚听他就对了，就是为他越弹越厉害就对了。好，再看一遍，我们就不要再那个了，好，大家同学啊，就看一遍，从头看一遍来。你们他常常在那个加7，这个顺便回答一下这个 Jenny 嘛，对，他叫我说这个7度加9度啊，这些音弹慢，事实上你就把这个安的这个，就把这影片啊一直看，对，4度不那个4的音9的音
在看他，他总共寄了三片过来啊，再看一遍了，看第二片我看看。哦，他这首现在是弹那个我教的，啊，现在他弹的是我教这个学期在教的 walking bass 啊，再看一遍，他是 G 调开始啊，看，不对，好，看一遍来。发和弦，回到哆和弦 ，re so do， 是教到这边了，但基本上的话，就是弹的最熟练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天才美少女，她今天好像还没上线呢，不过已经很棒了哈，就是这个像这个安的话，已经弹得很不错了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再看一遍她第三片啊，他现在你看啊，他现在这种一弹的时候就变成味道就不一样，就有点 swing 的感觉了。不是，刚刚是蹦噔噔，他是 walking bass 这种慢的时候，就三个音的系统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就感觉到味道就不太一样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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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在第三遍再看一遍。顺便讲一下子啊，刚刚两篇